说到名字，名字就是这个我们想，既然是我们是秉承了老董事长这个实业报国，建兴公益的这么一个理念，在起名字的时候，这是我的想法，我说就叫视频公益基金会吧，因为就用这个基金会呢来纪念老人家。虽然老爷子不在，老人家不在了，但是呢，用他名字命名的公益基金会。 依然在秉承他的报国之志啊，这个公益之心。